没门看，搞不好新兵要把电话打成这样了。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刚刚你们看到前面那个部分的东西，跟下这个场景，知不知道我又干大事了嘞？啊哈 ！OK， 我们不要讲多废话先。OK， 因为家现在冲凉，我要快点讲啊。其实呢，我自己本身是有时候想玩一些小魔术，有时候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我会变一些魔术给他看。然后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有一次我魔术 fail 掉的话，那我竟然用铁锤敲下去，不小心敲到他的电话 ，Oh no！他会是什么反应呢？我就去找人借了几架，看啦，几架假的电话，很真一下，你看啦，很硬的嘞。哇，几蛋糕。还有一个已经被我锤爆的 screen protector 啊！等一下呢，我就把这个塞在这一边。等一下我坐的位置，希望你还不会坐包的，塞在这边。不过我打，当然不是真的打在电话中间，我会打旁边这样子啦。所以现在我们去找他电话先。OK。他的电话啊，天助我也 ，Oh yeah！ 我拿电话先做，我就是哦，我要去讨论那种讲说 screen 啊，这样坏掉这样子啊。OK， 就换成这样子的封面，你们看啊，是很像整个电话它深色这样出问题这样。所以这个过程我会讲完呢，我是有点难形容，所以我们就看下去啦啊。所以先把它放回去先。哎呀，想到都兴奋了。Hey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。当，我今天呢，我要拍一个魔术的影片。你丢在哪里？那边。那个哪个边？那边。啊。哇，紧张嘞！你拿我电话来玩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你就帮我把这些假的电话放进袋子里面。OK。啊。喂，你确定这是假的吗？很真哦。你看每个细节做得很好嘞，没有啊，细节是啊，快点放好啦，太真了，太细了，你真的很像窝蜂的纸袋，放东西了，窝蜂的纸袋。OK， 来，现在你把它弄乱，我转过去，我不要看。OK， 来弄乱吧。OK， 现在我要感应一下。就是我的手来。OK。I'm very very sure。所以哦，我们玩的魔术，知道懂吗？我想这一个是不是？是的。一个是不是？我最后一把，这个。假的啊！现在要三分之一的几率哦，哎，就知道你拿这个了，你电话转过钱就在你手上。不要！来啦，别怕，我们感应一下你的电话。喂，来感应一下。我压力嘞。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东西在这边？不知道。有没有在这边？都没有吧。OK， 我看一下，这颜色。不是。不是啊，假的，都跟你讲个魔术，如果真的不会有没有开玩笑 ？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剩下这两家了。哎，来呀、啊！哎呀！哎呦，紧张啊！啊 ，OK， 啊！看一下是不是电话？敢会敲很大力吗？很大力啊！是我的电话嘞！六，丢了！那个敲很大力耶！哇！你的声色应该是敲到我刚刚。你们看，搞不好新兵要把电话打成这样了。别哄了，都没有办法了，还可以怎样？你去电话店问呐、啊，不然还可以怎样？闹线吗？哎，那去电话店问喽。走。
应该是弄得到了，相信电话店的技术应该可以的。这边有个电话店，嗨，想问一下你这里有了弄防爆那些的吗？有。对啊，这个是搓成浆子的话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每次粘的 glass 哦，就粘一整块的哦。我们的防爆的话是 extra 的牌子，然后它是铁包的，所以就跟再换那一次性。可是你看啊，它裂，可是它 screen 变到这样子是怎样弄？楼下还有一间店面，靠近电厂那边。OK OK 啊，可以，这次弄好了，应该可以弄得到了啦。刚两天中了。应该可以了。哎，老板，好不吗？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防爆有弄吗？有啊，哎，看一下。不过还是这样的状况啊。哇，这个啊，那个我给你看一下喽，看一下是什么状况。对啊，可以可以。没办法，讲究哦。这样子打开，没有爆哎，没有爆哎，哦，是这个荧幕爆不了。你懂得我在拍什么东西？你不懂吧？你看啊，看到吗？没东西，其实啊，没有事情。我来了，又黑。哦，换 better watch 是吗？你是不是真的刚抽到啊？是刚是没有抽到，我自己慢慢看不对不对。不过也是要换一下新模的，有什么介绍，老板？来，这是我们家的 X1 的，哇，来，这一款哦，我们家的 X1 哦，它是软膜，纳米软膜来的。现在你贴的是这种吗？你玻璃来到哦，它会那个嘛，会裂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我们家这种哦，全屏包装完，而且你讲好它都不会破，哇，讲都不会破，这个可以承受到多七倍的承重量。它的防爆可以多七倍，哇，这真被爆了嘞！啊，不会破不会裂的，你讲丢讲破不会破。哇，那是电马路都不是问题啊，那个。问题，而且这个品牌我们也是卖了，差不多近八年了，那个品牌。哦，哇！它现在有分三种啊，一种是高清磨砂 ，OK， 磨砂就是蒙面的，雾面看不到的，没有手指纹。另外一种就是 privacy， 那你要以防转账啊、做回声那种啊，就很好用哦。哦，是吗？是怕旁边看到。嗯。会介绍你的壳，它的壳，它的 X1 壳就是防摔防整。市面上我们普通看到都是防摔壳啦，它这个有防整的壳。防整就是说，当我们手机摔下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时常会有像荧幕闪，或者是 camera 闪用不到不开机？那状况是因为里面零件是松掉，这样讲防整防摔呢？然后它的防整在你就在这边，它的纹路。哦，它的纹路就是为了防整的啦。对，它的专利来的这个，而且它这边有写五米以内它都能保护到你的手机啦。其实它还有它的 camera 镜头保护，镜头保护框，我给你看这样子。哇，它这个放下去就是一种配线那种感觉了。对，又另外一种哦，一种感觉咯。还有它的属于它的 cable， 它的插头，它的 power bank 一系列全部都有。哇，全部都是 X1。哇 ，X1 这个真的是，只要买个电话来，总之都是买 X1 的东西，电话就不用怕坏了。我们这膜也是有啦，它的厚膜，它的厚膜有 3D， 有怎样多好，它都有多个。就是防它后面那片。OK， 厚膜的用意，如果我们没有借的话哦，久了过后你的手机壳跟你的后面手机有你摩擦嘛，它就会花掉嘛。这样你花掉的话，如果改天你要卖手机，手机店一看到，哎，这样花了，扣100、200，它卖到不到高价。如果你的机身是漂亮的，就看到这个价，哎，哦，这个可以卖到很高价钱。它的原理，它的好在这边，所以有厚膜，有前膜，有 camera。保护框，然后有壳，一系列啊，都是一系列的。这样子，等下我就要一次购买啊。先连那个前膜先哦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你的电话是没有坏的啦。啊，这样好坏咩？哇，你的电话好像复活这样好嘞。还有这样。我来看一下，整家电话就已经是 S1 的牌子了。我们讲个东西，买电话不会保护，要怎样呢？看来要出差哦。看到这边后门哦，这个北大门这边，你们只要一进来的话，就看到这个。那我找到 deadline。然后这个，这 logo 很 Q 一下，江城路啊，老板。别叫我阿来，富贵来，富贵来啊，富贵来来找啊。OK， 啊，后面是有维修手机啊，看这边很多款呢。你看它的壳，保护镜头啊，还有它这一些前膜。保护了哇OK， 所以我会把这个 link 放在下面，你们自己来找我们 Facebook page， 还有那些之类的啊。OK 啦，所以哦，哇，两，所以你们看这里也熟了，你看我们刚才就是忘记做 ending， 回到家的时候还记得，
所以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所以你们记得去 support 那一间电话店 Dead Life OK， 只要你们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按赞跟分享 OK， 记得打开小铃铛啊 OK 啦，拜拜 Guys